而且呢，最重要是要在员工们哈，在公司里面呢，避免大家来进行这个非常积极的社交。啊 ，no mayonnaise, no lettuce。不是在公司内，公司外要保持一个安全距离。打的德里亚基。都要准备好戴上口罩。还有呢，这个公司呢，一定要注意。没错没错，公司办公室的时候，开工的时候一定要戴口罩，那保持安全距离。还有，就是那个公司里面的。清洁员工啊，啊，他时不时要去消毒我们公共的区域啊，啊，他都是卫生，这都是必要的。是，我想知道更多关于一些安全管理，或是包括哪一些的，赶快到 covid.gobusiness.gov.hk 更多了。是 ，Green Team Fully 呢是由公益及工业部通过酒吧带给你的。我有份保单，不想再工了。卖给 Conservation Capital 吧，他们会付出比退保金更高的金额。啊，怎么联络他们？来到我们星期五小城大社，今天的节目内容真的很多很多，先预告一下，待会在6:30呢会连线给我们的贸工部高级政务长徐宝坤医生啊。我们在上个星期二呢就听到了副总理王瑞杰告诉我们更多关于这个坚毅向前的预算案嘛。没错，当然保企业、保工作、保员工啊。那接下来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数据啊，包括了不少的企业呢，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啊，不得已要。收了，把生意收了啊，就要休业了啊，甚至呢结束生意了，好不好？那这些情况怎么办呢？到底这个经济向前的预算案呢，如何来帮助这些企业硬硬的挺下去，好不好？继续来营业，保住这些员工的这个工作呢？对，待会呢在我们6:30呢会同步也在我们的 FB Live 为您播出的啊。买了手就买一把刀，也会讲讲。买了手就买一把刀。好的，对对对，头很大的，头很大只啊，这是个领导体验。那都是我们今天在这。在纽约呢，有个也有四条路，大家来一起来分享的。谈谈就是我最近呢，就培养起来的爱好，就是网购。哎呀，这是为了你啊，特别安排。乱讲。OK， 说到这个网购呢，其实有一项调查呢，来自这个谷歌哈，它特别呢，根据他们的这个搜。